极客救援汽车紧急启动电源，耗时3年研发，全新技术突破，首创将传统汽车发电装置透过精密技术搭配美国最新科技电池晶片，缩小成一手可掌握的大小，是传统发电装置的十分之一。传统行动电源只有2安培输出电流，飞乐极客救援足足给您高达200安培的输出电流，3秒就让你启动汽车。让我们来挑战连续启动数次没电的汽车，1次，2次，3次，4次，甚至启动10次都不成问题。携带也好方便，超轻重量只有400克，不管是放在车上放在包包，紧急时刻要用时，一机在手，万电无穷哦。平时可帮助您的3C 设备充电，无论是手机平板都没问题。黑暗时刻更有 LED 强光手电筒为您提供紧急照明，为您的爱车提供一个全方位的紧急汽车行动发电厂，成为您爱车的标准配备。